我还挺暴击。今天啊，我来跟我的两位小助理来玩一个脑筋急转弯。我们第一个问题啊，听好了，话说啊，有一个东西，它是球状的，然后这个球呢，外面长了很多毛，然后这个球里边呢，有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白色汁液。所以它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你来回答。你来回答。红毛蛋。红毛蛋是什么东西？水果啊。红毛蛋是什么？然后第二个问题啊，对，你们应该绝对不会想明白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东西从嘴里进去它是硬的，然后从嘴里出来它是软的？一号小助理先答。好，知道了，你答不出来。等级了。